巨鹿苑是台北大稻埕八大盐社之一。台北市文化局呢委托学术界用三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，落尾发表传统艺术课的两本新册，一本是讲北管音乐，一本是讲古筝吹，也够准两块 CD， 要把这传统的声音记录落来。巨鹿苑也特别去到下海城隍庙向神明报告这阵好消息。台北京路演队伍沿路奔吹擂鼓，来到下海城隍庙向神明报告好消息。台北市文化局委托台南艺术大学团队，用三年的时间访谈甲研究，出版两本小界大稻埕北管音乐含古筝吹的册，也阁有两块 CD。过去京路演的头人蔡金涛的后生，也专工对日本来台湾参加这个活动。但主要是咱台湾人的这个文化的传承，咱京路百几年的这个努力甲这个历史。有时候使咱台湾的文化一直传落去。敬老宴是大稻埕八大宴席之一，过去坐坐敬庙庆典邀请因演出的时，拢会做旗仔来回礼，这嘛让敬老宴保留大量的珍贵文物。古早一句话，敬老宴百百旗，咱的金葱旗、甲咱的文葱旗、甲咱的文旗种种，会当讲今日咱会尽力尽量去啊保存，嘛唔甘甲吞。我袂吞就对啊啦！伫个八角造型的亮灯啊来拍大鼓，今年88岁的陈金来拍鼓的力头又是真棒。伊自少年时就伫强乐宴拍鼓嘛，安家出身，子孙世代拢甲强乐宴有正深的缘分。文化局表示，即个无形文化资产当地偷偷啊消失，所以要收集资料嘛是真吃力。因为他其实非常多需要做调查研究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。那有一年做这个出版的计划。那其实透过一些不管是历史资料的爬书或者一些访谈，其实也挖掘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原来设定不知道的一些故事。文化局表示，这两本含大稻埕音乐史有关的册甲 CD， 除了会当让民众更加了解大稻埕传统艺术含历史，也希望透过 CD， 让大家听到过去厝人怀念搁在地的声音。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。